韩国经纪公司 SM 娱乐近期卡车示威不断，其中旗下女团 Red Baby 粉丝的诉求引发全网关注。在 Red Baby 卡车示威的内容中提到，出道第十年，现在才出道正规二级，请确保专辑数量充足，请停止官方账号的遗漏行为，光靠歌曲有什么用，只依靠艺人的认知度， SM 宣传怠惰等等诉求，粉丝卡车示威的内容立马引发韩网讨论。对 Red Baby 疑似被 SM 冷落一事，纷纷表示真的好夸张，我觉得只派卡车根本太佛了， SM 门口100辆卡车我也不惊讶，这里真的连最基本的事情都不做。不过有网友指出，团体活动日程的问题是因为 Eileen， 但也有粉丝跳出来护航，在事件爆发前这就已经是个长期的问题，先前对 FX 也是如此。